餐饮自研联盟大会8.0日前举办2022年世界顶尖传统美食大奖推介礼。推介礼上由 IBF 国际商业协会世界传统美食会长 Dr. Dylan Yip 时尚博士。世界传统美食致力于创建三赢五共餐饮业生态圈，希望与各国旅游局以及联合国文化旅游遗产组织共同发展，通过传统、传承、传奇、三传价值推广世界美食文化，并推动国家旅游经济以及餐饮业经济。活动现场颁发马来西亚顶尖传统美食大奖。在大会主宾 Tan Sri Dato Sri M. Kavias 时尚美博士 Dr. Christine Yong、 Dr. Vivian Tian 的见证之下，颁发给于五星得主、四星得主还有合作伙伴、合作联盟等等。欢迎餐饮业界推荐提名、提名以及申请2022年马来西亚顶尖传统美食大奖，请联系 Women TV。